这个射手座，他是有点比较激动，不是故意的。好像肯定大家一定要讲声，请认真，不要分心。Forward。之前的那个棍子是带个把手的，不会脱掉，就带个绳拴着。就是比较激动，这是没办法。啊、Thank you。不错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可以，就是磕的话，用力往前伸了伸，发现他们已经够到了。你看，还能说话，听到了。